我是个艺人，怎么能说风流？我偏要西装上车出个背头。Sorry， 根本没有你彩色的下文。我在酒局上面视频我的家人，潇洒的走，大多数是来玩内幕。可天下午泳池旁，我穿着睡裤，先赚点钱，再放个假。你让我快，先等一下。不在意下一单怎么算的，老爸的 Rolex， 我赚的。采访说错话怎么办呢？当家的明星。算了，如果说唱都不自由，你会怎么看呢？大多数在诱惑面前，阵脚全都乱了。问我怎么做的，阿卡派了这么串的，因为我叫黄叔，我是来吃这碗饭的。看到我一直都还在，不管他们多冷漠，一直都还在，让每个现场着了火，一直都还在，从不辜负你期待，因为我一直会在，而且帅，你会看到我一直都还在。他们多冷漠，一直都还在，让每个现场着了火。